长实旗下的北角临海项目维港众建有七座，其中第二座是酒店，其余六座就采用混合式发展，低层为酒店，以上为住宅用途，整个项目合共提供大约378个住宅单位。维港众临海而建，前排第一、七同埋八座大部分外围单位都享有无遮挡维港景致，吸引唔少钟情海景嘅换楼客进驻。住宅单位涵盖一房至四房，单位实用面积介乎400几至1500几平方尺，主打三或者系四房大单位。户户配置露台方便上景，部分单位另备工作平台、储物室或者系工人套房。项目亦设有少量顶层连天台特色单位。住客会所提供户外游泳池同埋健身室等设施。项目设有天桥连接电器到市政大厦，内有街市、熟食中心同埋图书馆。日常购物主要围绕电器道同埋英皇道一带，商铺及食肆林立，起居所需一应俱全。维港众距离港铁炮台山站只需要大约五分钟步程，同时英皇道亦都有电车、巴士同埋小巴途经，交通便捷。